那个要拿过来，我等一下讲话，对不对？那你要靠得很近，你要靠得很近。Okay, 上次听不到的。那你要不要戴耳机，可以听到自己的讲话？啊、哦，真的，好，谢谢。你刚刚会不会太大声太小声？可以吗？要不要再大声小声？啊？声音会不会太大太小？OK 了。有点擦擦擦的声音。没事，他的。我到了，谢谢。我还没有按下去。FM 93.7，各位听众朋友呀，今天的节目是报道论坛，我是麦本来。今天呢，在那节目一度要同各位听众朋友来谈一下那个媒体的自由，哈、哦，自由它搞个第一步都爱，哈、哦，啊，每个人呢都爱自由，啊，不过呢，你要个自由到底做的有几大呀，哈、哦，嗯，那个。有关于一个梦中哈一件事情，哎，我看到有一个新闻媒体去修理你，不过呢反过来，这媒体呢也开始不应该修理哈，一个也不应该修理呢，也是一个有一个民间哈，一个 NGO 团体，还有呢一多一个学者啦哈，还有呢目前呢一多一个文艺界人呢，这些都出来反对，我有好过嘛，哎呀，没嘛的，不过呢。对呀，跟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了解一个清楚，还能不错。然后呢，要探讨一下一个价值观念。在那节目里头呢，哎，后面来了一个好朋友，哎，好奇宝宝。啊，各位观众，听众好，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嗯，很久来呢，因为呢，事实上，媒体里头呢，大家都一清楚一件事情，啊、哦，然后呢，报道的角度很样的。我对一个公民记者来讲，他一部分呢是关心给自家关心的一个议题啊，你到底用了的看他一件事情，也可能一个角度同同样哈啊，所以呢，哎，一个以后对方的对象哈、啊，所以呢，哎，就抢起了，那见目的多了，听他的谈一件事情。哎，宝宝，你在望中这件事情里面，你听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啊？啊，是这样的，我。实际上呢，我是在8月1号的时候，我写了不是8月1号，我是前几天我写了一篇啊报道，是7月30号写的，是我看到在网络上人家有一个公民记者谢明泰贴文说，这个电影导演这个王小利发起今天就开始不看中视，不买中视，让他收视挂零，报纸滞销。他说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一定可以表达出无力者的愤怒。那上面写你很大，我很怕。那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我就帮他转贴出来成为一篇报道。那我同时呢，我也收集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报道出来。这就是那我做的最近跟望中有关的报道。嗯，所以呢，就连一个国民记者，但是况且面露红，有什么一句为名呢？给他某一天真言完全理得给来龙去脉哈。其实上记者为一个中国时报哈，或者讲呢，为一个那个旺旺集团的所有的媒体来下稿哈，一个已经出来给面露红服药的一句为。当然啦，他要提的，
伊一多先买地方工作的人呢，伊要靠一个咖啡呀，伊也唔下一班，佮可能无咖啡，要不然讲就无地方好发表的话呢，哎，有心里难过，有人愿意帮一个年纪本是下东西，当然伊欢喜嘛。不过呢，伊后面也不能一个是一个小会哈、哦，后面多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有解开哈。那个宝宝，你实际上你也觉得说。这件事情其实跟所谓的自由有关系，对不对？嗯哼。那你就讲你从事这公民记者的时候，你觉得你在哪里会觉得受到了很多限制？在很多地方都受到限制，最莫名其妙的是在新闻局受到限制。我去那做那个公示法的修法的时候，他居然不让我摄影。那这件事情还是当天还上了那个公示的那个晚间新闻，嗯啊，你就看到两个驻警来把我就现把我的那个摄影机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嗯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新闻局我以为新闻局当然是提倡这个新闻自由的嘛，那他居然说请摄影记者出去。嗯哼，哎，这个不可以接受。嗯哼，呀，所以呢，你发觉讲，一个有的时候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有的时候呢，你认为讲要是那个创客的问题，哈，所以呢，也就把你一度一个自由的一个限制，对一个公民记者来讲，像一个好奇宝宝，伊嘛个都想记得，伊嘛个东西呢，伊管，伊感觉伊唔记得，伊啊认为讲他家要个好奇。其中马上呢，伊个个食个一样，其中加起来，哎，其中希望讲透过佮就安尼完全捏进去，吼，然后呢马上就传出去，吼，一件事情他家都记得。不过呢，传一件事情，其中要记得讲，哎，就算安尼，伊剥夺始终要自由其中的一部分，假使对一件事情内容，起码唔了解的话呢，始终有看到就会懂事一件。发生的一个争执啊，哦，等等，哈、哦，哪里某一天敌人，哈、哦，一个一个来龙去脉，像那天，那个黄国昌，哈、哦，伊本个阎王讲伊，做一个高书，哈、哦，伊呢拿钱去帮一个学生，哈、哦，来做一个走路工，那件事情变成一个罗生门啊、哦，那些唐都哈。有没可能？做一个杀冤的事情，一个平常求人都求不来呀，哈。哦，比如讲，迄来的话呢，都是一捏钱的人，哈。像比如讲，大家都因为讲，你好人，所以你下来都是人家都同，人家同安，人家同安一下，哈。无就讲赞，反正一个做一个那个运通的时候呢，人家都先从是直言，哈。卖你们罚钱不人家来呀，哈。所以要给。完全不可思议哈！所以呢，才有跟事情提到，既然有一个媒体，他用种种的方法去讲，去作为嘛个有嘛个，然后他出一个快一个记者会去澄清的时候，两个五记者互相应用一个质问的一个口气，哈，讲一朵完全没逻辑、完全臆测的一个个事情，哈，来问题。所以呢。一件事情本意都本来唔关心，一个旺中集团一件事情，就是帮旺中中家一个并购案啊，唔去插旗的表面呢，佮看马戏。再说讲呢，一个叫爱买一个中家一个媒体平台的时候呢，当时呢，一董远杰一个立法院制度，还有一个作为 NCC 一个立院非制度呢。像比如说叶宜津啊，就是反对哈，因为呢有一个一干党的一个脱离，所以讲一个媒体的价值太低，但是讲一个媒体的量太多百分之百的话，要假要讲信任，一个是因为什么事情哈，所以呢就反对以后呢，一个旺旺集团呢就是用比所有的媒体去修理一个叶宜津。秘密是分组是马基一边哈，然后呢，前立法院底都像个罗淑蕾，其他说不了，
一旁一宽要版权某只咪好讲诶，啊，所以呢，伊也跳出来，虽然动拍某腔样，其实皮肤也变，伊以前结果呢，叫做我梳理啊腔样，吼，就本叫腔样修理，咪办个修，咪办个总体是修理一般，所以呢。亚天事情呢，本越来越多人，他又看到亚个黄国昌亚天事情以后呢，越来越多人感觉个不相发，哈、哦，你个媒体，你做嘛会，讲起事，亚个得罪也没有人意见，哈、哦，哎，你只个用亚个种种的方法去修理一个学生，修理一个学生，哇，亚个，亚呢，亚个 NCC 亚个还蛮完全过关。哦，所以讲有条件来过关，哎，假使过关了以后，跟人家个媒体的力量太多，那个长途的时候，个很得了，哦，所以呢，一多年就跳出了，啊、哦，不过呢，跳出来到底有用呀，没用呢？哈、哦，有用呀，没用。然后，宝宝你会觉得说，哎，这个 NGO 的团体跳出来声援这个。黄国昌或者声援这个陈姓的同学，或者呢更激烈的讲说我们拒绝看这个他们的媒体，或者是呢呼吁很多人不要去买他的东西，你觉得有用吗？我觉得有用，至少我刚刚讲的是那个电影导演王小丽，他写了他在脸书上说，他说各位，我脸书的朋友很少，但想请大家一起来发动一个无力者结盟的运动，目标呢是让这个蔡衍明终止在台湾操控媒体，口号是你好大我好怕，这样。那我觉得他说他还写的说，中国政府要跟台湾人交朋友不需要这种中间人，大家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是这里的主人，不能任由蔡先生为一己之力践踏台湾媒体及媒体人，侮辱治世，破坏文明。所以他劝每一个劝他说每如果每一个人可以劝十个朋友亲戚，今天就开始不看中视，不买中时，让他收视挂零。报纸滞销，我们一定可以表达出无力者的愤怒，这是蔡小丽讲的。那另外一个人是作家张大春，张大春呢，他在我今天也看到在那个在这个脸书上有人转贴他说他自己删掉了在中时部落格里面800多篇的文章。那就是响应这个响应他的这样的一个呼吁，所以我觉得这是当然是有用的。无论以后就是因为他的一个反应按激烈哈，不过呢，哎，反正一看一下，一做嘛个，我本人家感觉一件事情的危险安排，因为呢，一个反对哈，一个中国时报。反对一个蔡衍明那个声音并没有追近，来，伊发觉讲一个去年的时候，就是一个旺东集团呢，伊向外并购一个中嘉有线天丝那一桶以后呢，才一个有线的一个天丝那一桶的一个市场占有率哈，伊就有可能达到27.59%。要是一个媒体太过细分之一的一个影响力的时候呢，要个在全国所有的业子啊之中，唔止啊做一个龙头，伊有可能影响到品多一个松江下家一个潜力。所以讲，哎，其实呢，要是每个人都希望讲，哎，像比如讲，伊要望望先辈，希望讲，哎，伊自家所有媒体做的报道机，不过呢，要发觉讲。以后而且其他媒体方来上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卖他的面子、哦、所以呢我记得时候一个旺旺先辈是不得了的事情，不过呢已经超过一个旺旺先辈、哦、有更多，因为呢他们反对他的时候他
还发生了嘛个事情，就是那个广东一件一激发，就讲天安门事件哈，六四天安门事件，并某些案东西。伊一讲要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讲过要讲个嘛个嘛个发，因为呢要去供应。一个工人，一个卖一个商人，吼、哦，其实卖先卖个旺旺先辈的时候，工人的发发，该还做的。迄个是作为一个媒体人，工人去发的时候，完全吼，做失格，吼，一个唔是迄失格，迄根本就无条件去做一个媒体人。还有呢，叫我要做媒体的，个太笼统。要给很得了，所以呢，当时呢，他对佮要给要给戒心就依赖，哈、哦。接下来呢，还有一度就讲到，要给中国呢同台湾一天，要给会同业嘿制作的事情，都是同业嘿制作的事情，慢慢用起，哈、哦，去自由发展，哈、哦。慢慢两边都愿意。不过呢，那家是用种种的方式去主动他家的意见的那个交流，或者讲，去加出媒体呢来压制一道一个声音，哈、哦，等等，安尼一番呢，给后来的生成呢一个效果呢，还比安尼自然发生为营养充、哦，所以呢，一道人对其呢。就产生的一胎的一个结性，那件事情呢，等等哈，稍微再休息一下哈，哈、哦，同那个宝宝来讨论一下，然后呢，再同隔壁堂工朋友继续。我跟你讲，你刚讲那个，我还刚讲两个人，我你等一下再讲的时候，我要补充，说你看看那个。啊，有700多位，你刚刚说有没有用啊？那你看，在这里，我知道啊，8月1号有700个学生，我知道，我今天前面我都已经讲过了，已经讲过了，哦，那好，那怎么办？那你要说什么？我刚找到这个，我想讲这个，这个讲过了，那你们在那个在做公民记者的那个训练的时候，对。媒体的所谓的自由有没有做过一些讨论，或者说你们对 NCC 有什么认识，你们对 NCC 有什么认识？ NCC 是管控这些媒体的，有什么认识？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只知道我们什么东西不能讲。你们什么东西不能讲？就是你不能那个无中生有啊。哦，无中生有，对不对？好。我的意思就是你要讲事实嘛，要事实真相。FM 93.7，也经常节目开播到论坛来分享。刚刚呢，在那个节目里头呢，同样呢。特别来宾好奇宝宝讨论了一下，就算一基本哈、哦、作为一个公民记者，他都提得讲有一个一出要一个念的那么个东西。就我自己认为，你做一个公民记者，你不能无中生有，你必须要实话实说。所以呢，媒体提供一个真相，一个是你还用一个钱去买的真相。那个是用那个钱呢，把那个他人的自由呢拿来抹杀的，哦，大家讲呢，你用那个钱呢，去买他为的那个那个可以讲一个沙皮的一个前途，一个永续的那个发展，哦，那个一可怕的事情。所以呢，虽然呢，那个原本业，哦，在一个 NCC， 他提的那个 NCC 呢，可以讲，还是全台湾，是最后一个把关的一个事情。所以讲，有关于那个，这样一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按理讲呢，把经过案件给具体的法，
他汉字一个媒体的一个自由，这个媒体呢，他做着做着的事情，啊，不过呢，他不做着某种生意，啊，不过呢，为着记得，他家是用钱，哦，然后呢，用一个权力，然后呢，又加上媒体的时候，伊都唔咩真正的真相，哦，经过几呢，每一个小时，每几分钟报道一遍，一个奉发供一千遍的时候，就变成真发。众口铄金，鸡飞城市啊，也叫做因为像哈，所以呢，那个从那个去年开始，就一多年就犯一堆那个庄家合并的事情啊。不过呢，对于来讲，那个是一胎一胎的一个潜力哈，又加上那个后来变成钱，因为呢，也众多按他一个媒体的时候呢，就嘛说的哦，所以台湾要看起死台的，所有上庙的人都要搞钱生意。所以呢，讲起来呢，古月台湾要个上庙要个要个钱，所以国家全预算拢几乎放出钱做，利用要个民间哈、哦、民间的钱哈，那是要比公体要个方法来做。不过呢，最后他始终给出七十亿，不过呢，做到做到七八个亿的一个生意，一个钱那片来，干嘛要给旺旺先辈买也按多先辈啊，拜佛拜来的，唔咩？一个钱呢，系一个民间哦，就是所有一个老百姓，也爱接触一个媒体哦，要商量，要同他个沟通的时候搞个钱。不过呢，人家是派一个钱搞本钱。伊迄心理有哪外个像魔鬼一样的一个心理，伊哎叫丫头也直接叫汉字唔的时候，嗯根本嘛伊无办法。像目前呢，伊还无安泰两个时候，基本七八个一个学生，伊做得去反对伊。不过呢，伊迄中国的媒体的以后呢，一个七八个学生，伊去反对一个声音呢，你就可能就像一个中国大陆平壤哈，中国大陆就没办法上一个脸书 Facebook， 给他唔做着上 Facebook， 所以呢，有一头一头消息呢，在大陆其实没办法得到的。在台湾整体的安全，按照你自己一个言论的自由哈、哦、来操弄，哈、哦，呀，而且一毫不容易，已经多了近半年，他敢。能够得到某个长途的言论自由的时候呢，一下呢又把一个自由因为钱的关系搞崩，按一个怪书、哦、所以呢，你就看到像给苗如红他家前流传的讲，你好大，我害怕，安太安讲哈，还有呢，哎，也有你就下讲，媒体唔专业。回去卖鲜贝，回去做鲜贝，回去做鲜贝哈。还有什么？哦，有一朵一个口红哈。当然呢，一方面感觉一生气哈，一方面呢，很多地方讲，哎，一个一个媒体的力量变得过分大的时候呢，的危险。像美国呢，在1996年的时候去修正那个天性法。以太复图来开放媒体的整病，就像亚哈杰都做的事情一样。结果呢，就引发了以太的片段，哈、哦，伊当然呢就想来改变伊，哈、哦。不过呢，伊困难，对于一个媒体产生七种发、一层发以后，伊会感觉伊有心，有个高数就是提到讲，媒体所以有钱。政策必须要经过一细致一个研究来讨论，并且呢，设定一套价值，还有特定的一个准则，以一个认同并且呢，形塑未来一个发展。一种政策的制定呢，是一个一台一台的工程，绝对不能只系讲啊，挨做的提供一坨一个经济的利益不做的嘞，哈、哦。一个呢，同各位听众朋友来听下个参考哈。一个，讲起来呢，一个自由一个一竿子的一个原则，就讲你要自由，
外要爱吃油。而外爱吃油的时候呢，嗯，就爱同互相爱尊重。一个人爱假使呢，为了己的吃油，做的陌生别人的吃油的时候呢，也是唔正义的事情，是一唔公义的事情。还假使在媒体上做一件事情的话，也会做成那个国家，哦，还是一个三分一胎的灾难，一个灾难呢，没必要的天空都水哦，做海水也较强哦，啊，那节目多一下呢结束，希望讲可能好奇宝宝讲对对对，那学生说啊，他们说明天开始呢，旺中不道歉，就拒买所有旺中产品。包括媒体、杂志、刊物、米果、小馒头，一律拒吃、拒买、拒看。嗯，呀，也当然要个学生用这个方法。不过呢，有的时候有一个自尊心的问题，一个自尊心的问题呢，我们还希望讲，那 NCC 比作为语言做较格式的一个表现。结束了，哎，我讲的还可以吗？嗯，我讲的还可以吗？好可爱，我讲的很可爱，真的。好，谢谢，那谢谢。哎，我今天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公民记者，哦，黄淑玲，哎呀，那是我同学。嗯，你说黄淑玲谁？他也去参加了那个陈殿宇啊。啊，真的。哦，你说的就是黄淑玲，我问你是谁，你说你没有说谁，这样。他是我同学。他是农，他是参加那个农中下中，中上下游。嗯。然后他收东西了。嗯，今天。嗯，下一个应该不是限制，上次才是要你赶快走了，赶快离开。我说，哎，这还没有关呢，还有27分钟哎。